Hello， 你好，我是苗博雅，我来自台湾，出生在台北市。那我目前的工作呢是台北市议员。在成为市议员之前呢，我是一个全职的社运工作者。我想我应该对政治或者说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其实应该是从蛮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因为我的父母是很重视教育的，他们会很下意识的认为说，让小孩子看更多的新闻或是更多的报章杂志。不过真的开始自己所谓的对于公共事务有着手参与，应该是在中学、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是班联会，有参加这个社团，有点像学生会的东西。然后平常就是帮这个学生社团办活动啊，或者是在这个开班代大会，帮他解决在学校里面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人生中其实并没有真的规划我要成为一个，比如说社运工作者，或是规划我成为一个政治工作者。很多时候它都是基于一个偶然，比如说像是从事社会运动，是因为我读法律系嘛，然后在这个就学的过程当中，对于一些公共事务大概开始渐渐有了接触的理解，但是那个是仅止于一个关心，就是我是一个关心这件事的公民。对啊，我第一次见到苗博雅应该是透过网络，因为当时是在318运动的时候嘛，那他在街上有两群人就是几乎要打起来了，那他在中间就是非常公道的去调停，而且没有让那边的情况失控，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人口才不错。人生中第一次参与社会运动应该是在大一那一年，然后同志游行，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同学说，哎，好像有一个很不错的活动在周末，而且台湾的大明星张惠妹会去唱歌，所以好吧，那我们一起去。那是我人生算是第一次，就是以参与者的身份走完了一场就是社运的游行。在我游说苗博雅之前，我想找的新的可以参与政治的年轻人，我希望他们是有理想性、有能力，而且非常的勇敢去追求一些梦想的，特别是一些比较艰难的梦想，像是所有的人，包含同志都能够有平等的权益参与政治。我想大家比较不知道的是，台湾的同志运动其实跟妇女运动有很好的合作，在2004年他们合作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法案，就是性别平等教育法。那经过10多年的努力，这个法案让所有的年轻人比较能够有性别平等的意识，这个对后来通过的婚姻平权有很大的帮助。性别平等和民主，我认为它有一个关系。性别平等是众多平等权当中的一环嘛，就像我们在台湾不只讲性别平等，我们要讲族群之间的平等。然后在文化上面，我们也希望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所有的不同的族群都能够享有一样的，就是做自己的权利，或者是学习自己母语的权利，或者是让自己人格权被受到重视的这样的权利。台湾的人民对于 LGBTQ 的这个族群，长期以来当然有一些污名或是歧视，不过我想在每个社会都是这样，即便是在号称最进步的国家里面，也会有一部分人存在的污名跟歧视。那我觉得比较正面的来说的话，是台湾这30年来，就民主化这30年来，污名跟歧视是基本上在往一个所谓的减少的方向去，就整体而言是在改善的。那当然你说会不会有很多的不了解，那是一定的，但是我自己认为在这去年2019年通过了同性婚姻专法之后，其实这一些污名跟不理解也是正在快速的下降当中，因为大家会发现啊，有了同性婚姻之后，太阳还是一样，就是从东边出来，西边下去，这个世界还是照常的运转着。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平等是在这个社会多元社会当中，把所有人凝聚在一起最重要一个粘着剂。我们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一元的社会。这400年来，台湾都一直在完成一些，用历史的眼光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毕竟我们在世界上最大的集权政府的旁边，竟然用了30年的时间打造出来一个在亚洲民主指数可以算是非常名列前茅的地方。然后我们的人口不多，我们的地很小，可是我们的经济、军事的实力在世界的排行榜上都还算是不错。那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很狭窄的石头的缝隙之间，还可以开得出像这样子一朵花，所以我觉得
只要我们有善加把握机会，未来一两年应该会是台湾一个重新被世界认识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机。